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加州人气速食店 In-N-Out 的店经理每年平均可赚16万美元，约新台币465万元，是美国其他速食业经理的三倍，甚至高过矽谷工程师平均年薪11万美元，约新台币320万元。加州太阳报 California Sun 本周22日刊出报道，加州人气速食店 In-N-Out 的店经理每年平均可赚16万美元，年薪比加州的矽谷工程师和律师都高。报道指出，加州大公司的最低工资为11美元，约新台币320元，而 In-N-Out 员工起薪为每小时13美元，约新台币378元，且没有大学学历也可任管理职，福利还包括退休保障、有薪奖和牙科、眼科等健康保险。尽管高薪福利好，美国求职网站 Glassdoor 对 In-N-Out 的评鉴令指出， In-N-Out 经理从餐厅员工培训到柜台清洁都需负责，非常艰苦，工作节奏快速，且要做好工作也没有捷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食品研究中心主任贾亚拉曼 Saru J. Araman 受访称， In-N-Out 在工资和福利上他们确实是最好的大型连锁企业。 In-N-Out 运营副总裁瓦尼克 Danny Warnick 受访表是， In-N-Out 开出高薪与福利在于认为优质的服务需要高质量的员工和高质量的薪水，这也是公司的创始愿景。In-N-Out 也在 Glassdoor 最新的全球最佳工作场所排名中名列第四，打败了 Google、微软和 LinkedIn 等公司。